将美剑废掉，得到伊殿下之函，也已经成定局。七日王营为王后，势在必行。只要你卖联合情报司、拥有机以及其他的调神，当殿干净，国王难堪，这国王也应该饶你不死。大王听信监察之言，强立主席以前，废掉以后，如此失德之举，确实。枉为人君，以前身为楚国太师，若失如彼道，岂不是有愧之首，非为人臣？若大王必能因为微臣之干政而亲显原因，即臣愿受顶禾之刑而无憾。而且，你敢真是唔惊死？弑君就不行，生有何患？为忠义而舍身，死有何苦？我且得，高皇爷你是三条老死，有心瞧你不死，既然你一心求死，高皇就先断你，来人，拿出去打！太皇，我太孙爷在台，非死不可。太皇，我家姓氏是关的楚国之王，太皇心已三思。大王，要将我家死点火之刑，我主事虽然先罢甘休，伊必然会用于两情名副将军之衔，摕到得职兵符，可能天下之雄，起兵攻打楚国。到迄个时候，要趁楚国霸主保未掉，且有亡国之忧。启禀大王，十六勇士可开枝难对。讲，我下大王给你下信，调换我主司回多侠协兵款。我主司伊若敢抗命不回，那安尼就怎么样子？哼，你我甲三百个性命。勇敢的人不，你英雄死！你若敢对阮莫家的好一人不理，我无绝对不了你！我无你打！打！打！我家现在你是该下手的，奈何不了老夫的。是我主使的兵权，甲你莫家三百个性命。一用俗气，就靠你自己决定了。
拢有呼吸，终于秘武给变成条件，主事会变完毕下来。最后，主事也难逃比赛的这个命运。迄个时阵，一定是由傅兴贤接任副元帅这个职位，拥有基金道理，申报需要必将孤立无援。楚国除了主事以外，将无人会当帮助殿下回国接任王位。这边在做，不用，我答应不做，楚国袂用亡国。主事以为的是，以为的是。这是我车亲笔写的家书。比武杰，你认为这封家书写得如何？哎呦，我车写这封家书，写得实情含义，书情并茂。我主书，伊是一个好主，伊若接到这封家书，伊一直看回都城来探视五车，嗯，真好。来人啊，大王，你入去快马，将这封家书送到铁城，交予五主事。是。严将书，是在。国王命你监视五车。请遵旨。我父元帅，大王有令，爱我父元帅与我大公主接到太师的家书之后，立刻赶回都城。我太师目前情况如何？我太师现在被关在大牢之中，情况如何，属下并不知情啊。你辛苦。小孩要赶回都城，向大王复命，过行。昏庭变塔五灵衣，吾郎醉卧披绣衣。还记伊人栽植子，我亦出意混交伊。千万圣体顾重。万般世事都虚极，别休相念已远离。来到一回为怀思。叔叔，阿爹破病了，伊也难倒转去看伊。家书顶面是安尼讲。要哪呢？咱就赶紧准备动身啦！哦，好，大哥，我上天城守城的这个防务交代守住了后，咱立刻就出发。大哥，阿爹家属有问题。叔叔，这家属是阿爹亲手笔迹忘掉，哪有啥问题？大哥，你看，昏君。害我千万别来！这主事，这无代是卡下吧？大哥，爹在衙中守家事，必须大王来别议。
情你说过，了的安怎无问题？朋友保书。出国出事啊，钱也多变，也需要意愿，这是个必然啊。父亲的险境啊，几乎现缩缓多声啊，不能再言。叔叔，我看你还是暂时留在天城，和大哥先到个都城看下。不过若需要你倒转去时阵，我再派人来通知你。为什么？叔叔，阿爹用心良苦，伫这家书内面暗藏天机。叫咱兄弟请咱两道回去，这其中必然有不得已的苦衷，无得到嘛有性命危险，所以咱兄弟只用个一人倒转打探消息，对袂用个两个人同时倒转去受险。大哥，故用大心呐、啊，家己用主呀，你是咱我。正的事啊，险境应该啊，由我来应付。也大哥着先保，有用之苦。主事，大哥虽然是咱五家的长子。却是一个一事无成的文弱书生。如果咱五家若做不到任何变故，大哥根本无能善孝，也无力报仇，形容天条，也是让大哥倒转来打探现实才对啊。大哥，这你啥物都免讲了。大哥现在立刻出发回都城。这人啊，着急要见国王，敢是为着五车之事？回禀大王，是永万事，这是为着五太叔一件大事，唔免搁再讲。退下，你先到当大王请两步。哼，新宝叔，你真好大胆，也敢化险国王留步。嘿，新大人因为一时情急，麻烦王家之事。福气大王，素以无心之故。哼，新宝叔，你若是讲了有理，国王硬要无怪罪你；你若是讲了无理，以我且当罪。大王，太叔是错过。这是五条元老，三番两次当殿指责国王，国王若是不知应得之罪，将如何统御众条臣？太叔啊，胆敢
家大安，你有比你眼睛睁大。我这东推的同款妖怨，真是该死！大王若是执意要处死五太师，先管因五太师当受鼎火之刑。新宝书记，新宝书记，王良你是当今天下少有的贤才，你招下你妄想之罪。你若是坚持要跟五车同款，当受鼎火之刑。我会成全你，自行心死你为。想要处死五太师，心意相当坚决。你若是要救五太师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代志。咱也是上回府，冲动过意。不过连三弟和永远叔，都无当保证阿弟阿平安无事。过倒转去，岂不是飞蛾扑火、自投罗网？小将张将军何在？参见副元帅。元帅有事，暂时离开天城。在本帅未回之前，一定要关住四城，不准任何人出入天城，包括武圣殿、永元帅在内。各位领驾走，发将遵命。永元帅，你敢有良策通报五太师脱险？心大人。大花对听啊，欲求老太师治病的我绝对救不成。如今有一种方法尚可行，就是赶紧进王宫，当面去求请王英。对，先望老官英，伊去来唤醒。害我心包书，即刻真强定。新大人，马超大王，王爷血流屈强的个性，无一定你也是会讲开一归，输败已将成。刘太叔，这两件因素。一听天命，独木难敌大下庆，人力难替泰山平。永元帅，血的大王，为了出夜梦影，不肖将殿下哭掉你强定，哪有伊出兵去猎捕？太师的性命，大王也会为了出一意，这太师就可以使你得胜啊。
沈大人请两步，本官有急事要见慕云公主，请开。沈大人，大王有令，除非有大王旨，那无任何人不准速速进宫。相公，大王曾经下令，本官应随时出入内宫。沈大人，大王之所以下令不准任何人入宫，其实就是要大人跟慕云公主见面，所以。世间夫妻无道，凌乱的社会无奈何。青春小人无，青春小人。